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靠，好大一条青虫！哎，我的天哪，吐出来两根红色的东西，会不会有毒？看，只要一碰，那两根红色的东西就会伸出来。嗯，好难闻的味道。好像还有一条。刚刚查了一下，这只大青虫叫做柑橘凤蝶，这两根红色的类似触角的东西是它的臭腺，既可以分泌臭液熏跑敌人，也可以伪装成蛇的舌头吓跑敌人。然而它并没有毒。又发现了一条，难怪这么多虫屎，这棵植物都要被吃光了。这只大青虫好像没有那么灵活，触须都不伸出来，好像有情况。仔细看它的身上，好像有个东西。这是一只寄生蜂，好家伙，大青虫被寄生蜂盯上了，这下死定了。寄生蜂会用毒针刺入寄主体内，注射毒液，让寄主全身麻痹，然后再寻找机会在寄主身体里产卵。难怪这只大青虫不吐触角，原来是被打了麻药。这只寄生蜂死活都不肯离开这么好的寄主，赶都赶不走。这是在产卵了吗？